蛋糕，我们家是大蛋糕。我都是直接走进去啊，正大光明的从正门。一开始又一口都说我把家里变蛋糕，然后一被炸，不要再蛋糕了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这个蛋糕会坑坑巴巴的，像起司一样。而且蛋糕很容易被炸炸开。刺激。很痛苦哦、欸。完全不敢离开家门。我就是可以是啊，你下去附魔。诺伊，你早一下去附魔，我就下去了。一个影月冲，你们是两个。你知道我到后面是，我到后面是我先侦测，我再去附魔。侦测很好，没有影月附魔这样。然后看到你一滴看到附近，那、啊、我就下去了。哦，血。开启，我想观众来。团结一条心呢、啊！啊，有了，年轻的，年轻的，打到都老了，太累了。尤其那个到商店那个，我就想说到底要干嘛？哎，我就觉得有事情，但好像又没事，想说哦，就算了。我那时候就想去商店买工，然后做金苹果，进攻的时候也是想说应该就弄一下就好了，因为又打太深啊。没事，接下来是我们观众场时间，让我们来等候大家。那记得好不好，观众场我们相关的规则都要好好看仔细，如果违反的话好不好，我们都是大脚踢出的哦，严格的哦。今天十个人，看看五个五中一老两高，好不好？今天高手来的蛮多的，我们来五中一老两高手。来看看。高手，哎，这应该玩过，都玩过的高手，那我们就随选啦。哎呦，按到了。那就来准备等候大家。给身份组，哎呀，每次关键好不好？大家的相关规则要好好看，这是最大的关键。然后歼灭王国现在都是1.20.4，我看一下游戏的左上角，确定。老头阿乔，身份组应该几乎都给了吗？来做确认哦。有身份组都给好，那大家就是好好的弄好就可以。那你们想玩的话都是八点，不用现在不用八点，快九点的时候在我们的 DC 带相关的语音群就可以了。喝口水喘喘气，我真的礼拜五的比较少喝水。那还有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的刀塔影片好不好啊、难得有这个回忆、大家可以点进去留个言哦，帮忙冲一下留言，展现一下我们这个怀念的 feel。 那就来等候大家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他就全部全身装备拖着然后一直走到桥上。我知道啊，想要就但我得去啊我得找个方法挖个坑出来啊。哎呦，我过去只就是那扣一滴血，有挖到是扣好几滴啊，不攻又不行。那个
个坑，就已经来不及坐庄了啦，坐庄对都来不及。就来选择，哎，他现在死灵是那个举盾，好像又没办法挡了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没有直接伤害，分伤害。嗯，因为我后来还是算算他的伤害，其实算很痛啊。因为前期那时候我那被打一下七颗星吧。对啊，太痛了。对，但就是等于说要那服他，但现在有缓速就很 OK 啊，也是 OK。缓速好还，毕竟他的那个脑鬼很万用。可攻可守，真的耶！其实很喜欢脑鬼，臭蚊子，臭蚊子真的。脑鬼很可爱，但我脑鬼看起来很不积极。有脑鬼的防守也有成功，那时候他有去砍哈记。有有有。有时候他眼睛很灵光，有时候又不灵光。真的。看起来很爱逛街。有呕吐者有 bug 哦，大家自己小心。呕吐就自己换掉。目前好像毒桶不会触发。死掉那个毒不确定。我刚刚甚至有在想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死掉毒还在的话，其实我是不是不用换？那个是在的啦，不确定哎、欸。那個、哦。对啊，这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换了、啊，我就继续恶心他们就好、啊。出去赌、啊，你说倒下的，嗯，对啊，那就少了一个很大的了。那样，看你看你，来，好久没看看这斗士 ，fight 啊，真的会很慢。他、啊、真的会很慢，会很慢。然后我这边有观众那边测的时候，他说真的很强，可是我就是觉得好像还好，我不知道。很强，我说他看起来还是很坦呢、啊。防御值七，血量加六，哇、哦，这看起来就好心动哦。你看上一场我就一直在看。想说啊，还是先来。他没有锁定木头吧？没有锁定没有没有，这现在就只是攻速而已。对啊，他只是攻速，就慢挥啊，慢慢来。就是你一刀劈中就很痛。嗯，挖掘加速药水做出来吗？没有，没有东西，好像没办法吧。有一个玩法啦，他们那时候就是有讲说，就是抽奖的时候那个安全帽的话，那个血量加很多。然后补满的时候直接去这样挖，你可以扛很久。好了啦，阿喵，我帮你抽。嗯，你是在暗示阿喵这个哎，听到抽眼睛都亮了。我们帮你抽，我们不会让你们有钱可以出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可以再看看。刚刚感觉玩家倒那个矿物喷的好像很散，然后好像好像对，就是。这是正色，原本之前都其实都是 bug、哦、但好像也不一定是他身上的耶，等一下可以再看看。对 啊, 啊，不是他身上的，就有几次感觉身上没那么多东西，然后就掉出像有掉钻，但不确定啊，因为那时候在家。等一下可以再看看。你的武器是不是有掠夺？直接拿到那个没关系，还可以掠夺、哦。我们有开始后加入，我们就不等他们了。好，就来 ，Go Go！ 走，他们是哦，两个高手。这是什么地图？哇，居然是这张地图，我不应该手加的。两个企鹅很可爱啊。木头的。我们是没结界师啊。有啊，阿奇，阿奇他不尊重你。不知道，我是用询问的方式。我连木头都、在哪呀、啊？看草夹子的那个裤子，我哇！反正结界我就挖了。哥哥给我三个铁吗？我去挖金。三个铁吗？箱子。旁边的桶子、哦。这个是一开始有的是我们的人吗？不是啊，他选错了。再见。还有办法？怎么办？改吗？哦，我给他加改。啊，失手选错，
丑一丑一，但我觉得他应该要主动告知。我把他踢回来。怎么会是孟娜告知？因为他身在我的面前。那他有给你蹲蹲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就看着我，就看着他，他就走了。走了，然后呢？他就走了。那他就走了。他觉得，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自己人呢、啊？怎么了吗？能可以挖一颗青金石给我吗？抱歉。那有什么问题？被抢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最爱他的女人，老公在哪里？很难守，很难守，这个超难守的。然后这一张的那个煤炭超多哦，我已经有加强煤炭时间，但这张你是富豪是吧？你拿你拿，有五个煤炭哦。哦哦哦！哎，我操！二三阶段会是狂冲。那个死灵是主手拿武器哦，主手拿武器，副手要拿书。是啊，有点麻烦，就是你每次输就要想办法放副手。哦，对哦，刚切换的好辛苦哦。嗯，看到帅气的钓竿。谁是史密斯？我、哦，就是你，原来是自首。所以我说啊，钓竿嘞、欸。为什么是钓竿？我们之前都是牛排史密斯。你哪来的钓竿？主手拿那个技能。哦，拿技能。主手技能。想让你的死灵师读书吗？那脑鬼读书？我希望他可以帮我钓鱼，我就输了。脑鬼读书了吗？然后在你耳边跟你讲，一加一等于二 ，sin cosine。我没拿伞，我没拿伞，我没拿伞，帮我放下去。我好奇打开它，抱歉。我挖矿挖着挖着挖着，我就少了一公分了。少了一公分，哇，那你要小心了、欸。是哦。我太好奇了。哎、欸，你挖这边。不要好奇了，在下面。你是什么？盖子。你谁？我是矿工啊。那你挖。我想说箱子在哪呢？该不会藏在这吧？我是你的经济命脉哦。对啊，那你吗？金鸡吗？喊出来你是谁啊？我就看不出你是谁。嗯，然后戴绿帽的不认识。哦，那可能不止一名是。我马上脱帽。哦，那我们每人都有、哦，你小心点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贵族。哇，黄金帽啊！最厉害的，只能有你啊。是你啊！真的哇，你这个直接选到现实身份呢，怎么有办法？嚯，还真没有公开。你干嘛？贵族诺因大人，你想要钱吗？想要，哎、我不是想要钱，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我可能只能给你们明钞哦，那个比较一公斤可以一公斤一公斤买。一公斤算了、啊，那个这人都好扯哦，这人都想要烧钱给我们，来诅咒我们。啊，姐姐想撤掉了，不想盖了，不想盖了。不是啊，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哦。哦，你跟你说死后的未来吗？你在替我们死后未来铺路吗？做人要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吗？这不是诅咒，这是什么？Hello 没有，都是为了你好。见面了，为了你好来这烧这钱给你，为你死后的未来着想啊。那我好像可以先收一点，你先收好了。既然是为我死后，那我想要你就是直接给我灵骨塔，帮我买灵骨塔，这我还可以接受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栋豪宅。嗯我可以帮你撒到海里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要买灵骨塔。你知道现在灵骨塔可贵的啊？哦，很贵呢，超贵的，超贵。灵骨塔死了比活的贵。线上祭拜吗？你要有地方买啊，奇怪。那是祭拜啊，对啊，啊你那个地方灵骨塔是塔位 啊，是实体的位置。线上很简单哦，你买个摄像头就好了。你一次买十个，我们全部人一排这样。你知道买在家是不是？谢谢阿喵为我们死后着想。
要买一块小地啊，大家都一起买一起，然后十个摄像头，想要看哪个看哪个，整整齐齐，是不是？还可以开直播耶、欸、哈！我说我在地下开直播，是不是？什么风吹草动都看得到？看巧克团的木，草长得多高？之后继续开直播，是不是有人要帮我们修剪草了？我那个这个草有点多、哦，要剪一下。哎、欸，旁边怎么有那个狗狗在咬我们的网路线？直播要断了，快帮忙！赶快去脱帽，赶快找谁嘛！你不帮忙，就直接在你梦中。可以的吗？可以团讲这个是可以的吗？超前部署、欸。对啊，超前部署我们强哎、欸。我们是为自己未来负责的人类哦。哎、欸，这有商机，我觉得这有商机，我们就这么办吧。想哦，莫名这个装备都填装了吗？那你赚到的钱也是你的子孙在用？填装了，那你填装了？没有啊，都填装了吗？